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这个二次函数哈，在 a 等于1那边的切线哈是等于这个的，那么他问3a 减2b 等于多少？好，首先哈，我们把这个在这一点的切线哈，这个斜率是4嘛，所以我现在哈给他求切那个斜率函数。mx 哈就等于 y 以次为分嘛，等于 2ax 加上 b 啊，再等于1那边，我把它代一下去的话，它的斜率要等于多少？斜率要等于4，也就是说哈，我 x 等于代一 ，2a 加 b 哈，斜率是等于4的，然后这个就一个方程式嘛，啊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说，s 等于1的时候，那上面那个点是多少？我把1带进去嘛，那 y 减2哈，等于多少？1带进去0，所以 y 等于2。那这个是切点嘛，啊，1等于1嘛 ，y 等于2，这是切点。这个切点的话呢，是在这个函数上面的。所以我也给它带进去，那就 a 啊加 b 呢等于多少？等于是2，哦 ，y 的话等于2，哦 ，a 坐标1的话 ，y 坐标是2，那我给它一减，等于2 a 等于2，那 a 等于2的话 ，b 就等于0，哦 ，b 就等于0。好，那 3a 减 2b 的话就多少？32得6。啊，这里，所以答案是6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B。